大家，我是 C2C 義工團的 Tony， 在我身邊的 Sophie 啦，啱啱完成了一部分啦，問問佢先啦，你台上面嘅心情點啊？緊唔緊張？其實咧都好緊張嘅，因為呢一次咧嗰個比賽都比較特別咧，佢有三文兩語啦，咁其實都有啲緊張，同埋有啲 point 咧都唔記得咗嘅。不過完咗就完咗啦，就等待下一個嘅比賽項目。咁嚟緊咧，仲有下一個項目咧，你自己有冇信心可以順利過關？我想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啦，因为我都知道我哋嘅参赛者咧实力都好强劲啊。好，喺呢度祝你咧有一个顺利嘅演出啦。好，多谢。